走啊，走啊，王叔啊，咱爷俩下棋也得十来年了吧？您是十几年如一日，一盘都不赢我呀。我听你这个意思不像是夸我，我呀。我怎么不是夸您呢？我是夸你啊，棋风好，人性好。真的啊，师傅，哎，我就爱跟你下棋呢，啊，跟你下棋输我都舒服，是不是，啊？不管真的假的，我水你说的对，老将给你得了。破门童，整的像我挺愿意干似的。我就穿你们衣服回来能咋地？你能把我咋地啊？我就想磕碜磕碜你们公司，你们公司的门童满街跑。老倩，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工作，你不好好干，你跑过家来干啥玩意儿？哎呦，不是，你看这个倒霉样，肯定又叫人开了，这是啊，二胡子，哎。你给我找的啥破工作呀？怎么破工作？上午让我当保安队长，下午变门童，我就脱岗那么一小会儿，就那么一小会儿，啊，天还没黑呢，就给我开回来了，晚饭都没让我吃。不是怎么的？我钱顺风的面子连一天都没盯住吗？他真就没盯住啊！哎，王倩，我问你，你上班之前我教你那一套拍马屁的话，你说没说呀？拍了。正着拍，正着反拍啊，按着拍，都施展了。那你就是没拍对。嗯，我问你，你正着怎么拍的？杨总，你看你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精子、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呗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没谁了，挺好啊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正着反拍是怎么拍的？杨总，哎，妈呀，怎么的？杨总，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了啊！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，你给狗和鸡留口饭吃，行不行？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，是属于整个公司的。他怎么回答的？没谁了哟，行啊，嗯，安排你怎么拍的？我见着公司人就说啊，咱们跟着这个老板干啊啊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是吧？在他的带领下，啊，咱们公司一定能成为世界500强啊，未来都是我们的。哎呦，哎，他怎么说的？你真是没谁了。程序全都对呀，啊，拍的全在点儿上啊！是，你说任何人听了这些话，心里能不舒服吗？没呀，怎么可能把你开了呢？对呀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跟杨总没提我呀？我就没看着杨总啊。哦，没看着杨，没看着杨总。那你刚才拍的谁呀？门口看车的。开了，还有第四种办法，你用最有效。啥呀？我拍死你得了！哎，我拍死你得了！我没来呀，你说赖我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！王叔，你这是拍我呀你啊？拍死你！你不用着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没事，杨总不能把王小倩怎么样啊？对，为什么呢？他嗨，你站好了。告诉你，杨总他有求于我。啊，是不是？我在张总、张明总经理那儿啊，我不是接了个大工程吗？他想在这个工程里分点活给他干，你说他求不求啊？啊，切，你这点事儿，哎哎哎，王小倩，别垂头丧气的，把棋收了，都收了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我这气死你，僵死你，僵死你，僵死你！不是下棋，这是回棋呢。你管呢？你谁呀？你咋知道？咋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看你这个穿着打扮，你应该是我们公司的王小倩儿吧？你也是这个破公司的？这个公司不好吗？我听得见，说，千万别在这个公司干了。他们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都狗眼看人低，赶紧走。我走不了。
咋走不了呢？你看我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风风火火闯就走啊。哎哎哎，我要走了，这个公司就没有了。咋的呢？我就是这公司的老板啊。杨总，杨总，刚才我狗眼看人低，你看您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呗。没谁了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杨总，你不能这样了，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。你给狗和鸡留口饭吃行不行？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，是整个公司的。没谁了。杨总，在你这儿。谁啊？坐。坐。下边你是不是想说，这个公司要是在我的带领下，一定能走到世界500强？未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的。拍马屁。明着拍，明着反拍，暗拍。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学拍马屁？你在门口当门童是我安排你这么干的，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开始，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最好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，从一楼走到二楼，从二楼走到三楼，一直走到我的办公室，走到我的桌子旁边，走到我的椅子跟前，改掉拍马屁那个坏毛病，长得真本事，我这个位子让给你。张总，我听得见，说。张总，你的觉悟真是没谁了。慢走，你咋跟我二姑说的不一样呢？我会记住你的。把我渴的，哎，请问这是钱总家吧？是啊。您是他们家的保姆？我是他的岳母。大妹子啊。大妹子？从哪儿论的管我叫大妹子呀？长相啊。您看您这长相，也就是35、36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个人也太有眼力了。我呀真的又占三又占六，可是这数字你摆反了，我63了。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您看看您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你看你这人把我说的哈，你不就是找我姑爷钱顺风吗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去。哎呀，你站住！找人这活也得你去啊。啊。在家里又做饭又洗洗又涮涮，连喝水都得你亲自自己喝，找人也得你去啊。是，我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你的身体不属于你的，属于整个这个家的，属于整个小区的，你是一个整个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这大兄弟呀、啊，那你看你刚才这番话啊，说的虽然有点过，不过我听着心里还挺舒坦的。你说我姑爷钱顺风要有你的嘴一半甜，
你说我得多高兴啊！我天天累死我都值啊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今天回来了。妈，这谁呀？啊，钱春风朋友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坐吧啊。站住！啊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是谁。哎呦，闹了半天你俩认识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姑娘，快陪人说话，别人一夸我，我就懵，走道都不会走了。我早就了解你 ，beautiful， 啥意思啊？漂亮，看你长得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站住！我没动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买菜吗？买菜这活也是你干的，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。没事儿吧你？站住！我啥呀？没事了。我的妈！我跟张老师有病。怎么了？这咋一进门就开始拍呀？拍什么？拍马屁呗。嗨，我知道，知道，忙忙你的吧，大姐啊。哎呀，杨总！哎呦，陈总！哎呀，杨总啊，你看你到我们家来啊。我一回家，我们家有一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？马屁味儿。没有闻到、啊。哎呀，这杨总啊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咱俩是朋友，你跟我来这套干什么呀？我希望看到你实实在在的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。你从一楼走向二楼，从二楼走向三楼，从三楼走到四楼，你走到我的办公室，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咱俩实实在在面对面的谈谈这桩生意，你看看我能不能把生意让给你。我钱顺风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。没谁了。这是钱顺风的家吗？张总，你起来。哎呀，张总，哎呦，张总，您到我们家来那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哎，杨总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张总啊！哎呦，张哎呀，张哎，干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，张总，这可以。不是，你看见张总没有？看看张总这形象，嗯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啊！是。起来、啊！哎呀，张总啊、嗯，到我家来，你不用亲自来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派个人来就行啊。我知道你这个人做事向来是独来独往。哎呀，亲自干！您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打住吧，别说了。接下来你想说的是不是，如果这个公司在我的带领下，一定会跻身世界500强，将来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没谁了，拍马屁，啊！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，啊！哦，对了，你们小区有没有一个叫王小倩的？有啊，二姑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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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总，杨总，杨总，我想好了，今后跟你好好干啊，从头做起。他就是王小倩。王小倩儿真的是你啊？对啊。咋的，大哥啊？今天下午你在公司当门童，离岗了吧？就离了一小会儿。公司门口有个小女孩被电瓶车撞了，是你给送到医院的？啊。那个女孩是我女儿啊。你要讹我呀？我是来感谢你的。起来，小伙子。啊，感谢我的。妈，吓死我了。多好的小伙子。你们也看看。是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了。别说了，没完没了的拍马屁。挺好的孩子，跟着你们没学会别的，净学会拍马屁了。以后跟着我干，走，走啊！